谁家的鸭子啊？是啊，哦西，哦西，哦吼，这不是队长的鸭吗？哦，队长，队长，呀呀呀呀，大白天的喊什么喊？把我拿，你赶紧把你的鸭赶走，你的鸭把我的鱼都吃完了，都是让我兄弟你来，我要你后悔。我要你后悔，那么小的鱼塘，你也养鱼啊？你在当我傻？你别管，我说养肉，你的鸭在里面有用，我的鱼就有风险。有个屁风险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用什么证明里面有鱼？鱼钩钓不上来怎么办？我给你的鸭道歉。钓得上来，我给你的鱼道歉。站住！走走。你拿那么大的钩，你钓啥鱼啊你？哪都有正宗的，小小个那种啊。谁？走走。这个够正宗了没有？够了。放了吗？放。喂，知道。哎，看见没有？这种鱼塘偶尔有一只野生的也很正常啊。不信你再钓。好。喂，又吃了。干净了没有？干净了没有？是真的了没有？那刚才那只是公的，这只是母的，那公母在里面也很正常啊。你再钓，好。哪只了？那是不是真的？哎呀，一公一母再背个小孩也很正常啊。不信再钓，钓就钓，钓，捞，哇，吃了。哎，看见了没有？你赶紧给他道歉。哎呀，道歉就道歉嘛，多大点事、哎、对不起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抖音。